7月22日，三届奥运冠军超级巨星安东尼预计将在下周正式度过买断后的澄清期，然后以自由球员身份同火箭队签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加盟火箭的话，由于火箭队工资已经超帽，按照 NBA 规定只能动用中产特例将他签下，年薪为530万美元。这样一来，安东尼将是职业生涯16年以来第一次在总薪水方面被老对手将好朋友詹姆斯超越。如果安东尼没有转会，他本赛季在雷霆可以拿足2793万美元的年薪，这样他职业生涯16年的总薪水将达到 2.6 亿美元。但如果完成转会和买断，老鹰将分三年期支付他平均每年900万的薪水。那么安东尼2018-19赛季拿到的薪水将是900+530万，等于1430万。这样一来，安东尼16年来拿到的薪水总额是 2.46 亿美元，而詹姆斯过去15年的总薪水是 2.37 亿。本赛季转会到湖人后，他的起薪是3550万美元，16年总薪水将达到 2.72 亿美元 ,2.72-2.46。这样一来，33岁的詹姆斯职业生涯的总薪水首次实现了对安东尼的超越。詹姆斯和安东尼同为2003年选秀时的天子骄子，一个是壮，另一个是探花。